老太婆开船的、啊，我呢在这里玩了、啊，等到的时候给他吊起来了就行了。现在这边弄好了，这边现在换下去了，往这边吊起来。现在没事了，你吊起来都没事，中间已经断了，已经看好了。现在哦，眼睛要看，这边有一串，整整齐齐的。那你这个镰刀哈、哦，穿到这边来，割一下，吊下去了哈、哦。它又不重，最多十来斤。这个都不用踩了。不用踩了，弄实一点的就可以了。现在又捞这么长了，已经东西那个掉挺多下面去，一般有鱼都会差不多要来了。捞海里的时候就是。鱼会跑旁边吃那个东西掉下去的。哇，这下好多鱼！好多鱼！拉起来，我准备去换钓钩了。稍微踩一下，轻轻的踩一下就可以了。他就是怕踩破掉了，慢慢摇摇摇。抖一抖。这个是新袋子，还没用那个。网眼还没展开，来，把住。这个，来。啊，老头子。好。我看那里会动，可能是有鱼了。哦，59公啊！哇，还是吃了一点点，这贪吃的就吃一点点哦，你看还会掉，挺好看的，眼睛鼓鼓的，一条了，想我再加诱饵了。割了三袋了，刚刚抓一条鱼，再挑是黑雕，那饵呢？有饵了。今天就两条鱼，还有几个苦螺，也没事，我们回去也可以吃一顿。这新鲜的特别美味。